大家好，我是邢大，我呢开了一家吉普车市场。那我的市场里面有好多好多回收的吉普车，等一会儿呢我要去运回一些小汽车，这些汽车呢是一些旧车已经修好的，希望大家来参观参观，希望大家可以在这里买到自己喜欢的小汽车。好了，我要先走了，我要去拉我的小汽车了，要快来做生意哦。嘟嘟嘟嘟嘟嘟，熊大拿着一车的小汽车来了，哇，快快帮熊大把小汽车运下来。先看看这个是八部工程车，它的名字叫做马克，它是一辆推土车。熊大常常用它来运输小汽车啊，因为它能承载很多小汽车呢。滴滴，马克先走了。来看一看熊大的小汽车修好了没有？这是一个黄色的推土机。看修好了没有？看看它可以跑了吗？跑得真快！哇，原来这小汽车都不能跑呢，现在修好了，可以跑得很快。把它放在这里吧，等一会儿要有客人来购买哦。再看看这个橙色的小汽车，这辆呢也是一辆推土机。试一试修好了没有，能跑了吗？呜，很快呢，呜，开到停车位上去等着客人来购买。这是一辆黄色的翻斗车，让它回到停车位上去。好的，请回到停车位上去。呜，哇，跑得可真快呀！哦，还有没有拉完的？好几辆呢。我要快点去拉车喽，先拜拜。滴滴滴，熊大又拉了一车小汽车来了，这是一个消防车，是绿色的消防车。看看车顶上有红色的警灯呢，看看修好了没有？哇，好快呀，都撞到熊大了呢。这是一辆黄色的挖掘机，这辆挖掘机也修好了，看看它现在的挖土的动作好灵活啊！
在停车位上，这是一辆绿色的挖掘机。和刚才那一辆是一样的，那一辆是黄色的挖掘机。马克又开始去工作了，他还要为熊大拉小汽车呢。现在让我们的小汽车回到停车位上去。哇，不多说了，我要赶快去工作哦。滴滴滴滴，熊大又拉来了一车小汽车。看看这里都有什么车呢？这是一辆红色的卡车。哦，也是一辆运输车。看看车厢好大呀，可以装好多东西。好的，回到停车位上，把这些修好的小汽车都摆放好了，会儿供大家来参观呢。这里还有一辆橙色的运输车，那它的车顶上是黄色的小灯。也请回到停车位上。大家都摆放整齐了。这是一辆绿色的运输车，工程车。这里是车厢。熊大也要去工作了，他真的很忙碌啊。滴滴，熊大又拉来了一车车，是一辆黄色的货车。它的车厢是绿色的哦。也把它停在停车位上。马克推土机要去工作了，他还很忙呢。啊，熊大今天非常的高兴，哈。我的旧车全部都修好了呢，而且跑得还很快呢，比新车跑得还很快啊，看来能赚上一笔啦。那大家有没有来参观我的汽车厂呢？希望你们在这里可以买到喜欢的小汽车。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希望大家能够常常关注我，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更好的服务，更好看的视频。最后不要忘记订阅哦，下期见，拜拜。